好啦，section C第一题 C part 呢题咧真系好小心，因为在尾度咧，除咗呢度有啲中括弧之外啦，仲有个减负三 square bracket， 咁啊，我哋特别留心呢一忽减负三 square 点样处理咧？嗱，留意啊，呢个 bracket 咧系成个负三 square 括住。咁所以咧，呢個負三 square 其實就係負三乘三嚟嘅，個括只係括住負三乘三，就唔係代表負三 bracket 再乘負三 bracket， 唔係咁意思。咁所以呢個咧其實負負得正，最尾個係加九嚟。好，我睇翻前面啦。咁啊，我哋拆咗個中括先啦。負十二再加負二，小心啲啊！咁當然依個係正負得負啦，即係負十二再減二啦，係負十四嚟嘅。減 bracket 負三嘅 square， 咁要負三嘅三 square， 個二次方只係影響嗰個三嘅啫，其實依個係負九。咁啊，前邊負二乘負十四正廿八，負負得正加九。所以答案咧係37。